水嗰個問題咁樣，你好簡單嚟講，好簡單嚟講，即係有好多數據啊，好多數據，你我唔知你即係寫低佢啦，或者我問。哦，即係你意思即係話網民就唔了解你嘅數據。係啦係啦，因為嗱，你依家香港，即係香港就係、是東江水就8.2亿嘅萬立方買咗嚟，即係上下，係咪？嗯。咁平均一年咧就330日供水，就停，即係有一個月維修嘅。咁你平均330日咧，大概一日咧就250万到240万立方米嘅水，東江水平均咁輸入嚟啦。咁、嗯、但係我哋香港有應該好似有二十一個濾水廠，每日嘅生產嘅能力咧係500万、502万立方米。咁即係話咧，東江水就算去到極限用曬8.2亿立方米咧，其實每日輸入嚟咧都可以由我哋嘅濾水廠即時處理咗。咁就唔需要所謂中途缸，或者亦都唔應該要一個咁大嘅中途缸，因為我哋荃灣淡水回港2.3亿立方米，咁2.3亿係講緊差唔多1/100倍，240万一日啦，係咪？仲有一個好重要的重點就話，荃灣淡水回改建咗做一個即係理想夢幻嘅城市咧，係冇影響佢嘅雨水收集區嘅。你睇到係一個。喺個湖面度攞一半嘅面積嚟做一個城市，對於個周邊環境，對於大坝完全係冇影響嘅。